哎呀，月儿啊，我告诉你，过了今晚，你可就是我的夫人了啊！月儿，月儿。 是谁告诉我，庆阳府的知府好当？又是谁告诉我，圣上很快就要北巡？这可是我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说什么庆阳府10年没有大案，啊，我这刚上任不到一个月，这案子一桩接着一桩。前几天有几家人的子女和老婆。 都失踪了，这还没搞明白呢。接着，王爷府刚娶的儿媳妇就被杀了。你说，你让我大人，您别着急呀、啊。我能不着急吗？我这乌纱帽，还有我这脑袋，都不一定能保得住我。就指望你了。你别跟我说，多少年没有办案，然后手法生疏。 手下的手法没有生疏，只是这事太蹊跷了，这人就不明不白的没了。这的确非手下能力所为啊。不过，我倒是想了一个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快说。这圣上北巡在即，开封府的人肯定要前来，要不我们求助开封府吧？权益呀，权益！你白做了庆阳府捕头的位置，我现在有人，我马上把你给换了。 去开封府报信，事关庆阳府的安危，一定要把信安全送达开封府。快去吧！是。检查仔细点儿。是。您。就。包大人，此等案件在我大宋也算奇案，庆阳府的捕快无能为力也属正常。 刚去的秦大人属于投机取巧之辈，靠不住。展护卫，你如何看？庆阳的仵作很高明。根据案发现场，让我想起我师父当年给我讲过类似的案件。20年前，逍遥派有个弟子练邪功走火入魔，但他为了成就此功，必须玷污妇女。每一个被他玷污的妇女，面部都会露出诡异的笑容。 后来，此恶魔被诛杀，邪功就此消失。如今，邪功再现庆阳，而且离逍遥派的圣地仙灵观不远，也算是情理之中。只是，这个案犯如此就近犯案，他也不怕暴露自己的行踪，的确蹊跷。此案的作案手法比较怪异，选择作案的对象和时间又比较特殊，涉及王爷府和皇上马上就要北巡的一个关键。 凶手显然是有意而为之，其中必定另有阴谋啊！哼，凶手是藐视我大宋无人。捕快之中谁熟识逍遥派？逍遥派向来自由潇洒，捕快当中还真没有谁和他们有来往。哎，包大人，不过有一个人和他们交往很深。哪位侠士？白玉堂。
这逍遥邪功再现江湖，这庆阳的父主再遭劫难，哎呀，可怜呐！这邪功的确可恶。哎，燕子，如果这逍遥邪功交给展兄的话，展兄啊，一定很无奈。展大哥做事从来不会有闪失。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白大侠，柳姑娘，在下丐帮弟子刘东。奉帮主之命，有要事相告。好，咱们这边谈，请。嗯。上，上。客官，里边请了。这边，这边。哎，请请请。哎，叫，叫。我们距离青阳府还有一个时辰。嗯，到时候我们分头行动。明白吗？明白。燕子，抱歉，这次我又失言。自然如是逍遥派邪功，必会伤及更多的无辜女子。为了减少伤害，我必须去与展兄会合，十日内一定会换回来。司马大人，秦大人，展护卫怎么？展大人有事，过后就来。怎么，秦大人信不过我司马图？哎，不不不，司马大人能来，我秦某人是感激万分，也设了接风宴，请。请。啊。给我踏踏实实的坐下。是。王爷，你看我现在女儿也没了，又把展昭和白玉堂给招来了，这可如何是好啊？他们前来破案，是好事吗？可王爷，我怕他们把以前的案子翻出来。孤王最讨厌你的，就是这种患得患失。也别忘了，你今天的荣华富贵是谁给你的？再说了，你的女儿。是孤王的儿媳妇，死在我的王府，展昭和白玉堂，首先是要对我有个交代。你怕什么？可是王爷，现在凶手是谁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从渭南到庆阳这么多年，很多事情不可预知。你现在还不是好好的吗？明白，王爷。但是，你先回去吧。是，王爷。下来下来下来，下马下马下马，接受检查，把马上的东西给老子拿过来。
这位捕头，适可而止啊。检查就检查吧，干嘛把人包裹搞乱？怎么还不让检查了？是不是还有见不到人的东西呢？哟，还敢动手呢？看你这身打扮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说什么？有你们这么检查的吗？谁让你们干的？把你们知州给我叫出来。口气太大了吧，知州也是你能叫的？把他带走。慢着，身为官府之人，不问青红皂白就随便抓人，看来不教训教训你，你不长记性。教训我？让开，都让开，我今天要教训教训你。报，全捕头，开封府人到了。好好，你等着等着，有人收拾你，有人收拾你。哎，展大人来没来？展大人没有来啊。哎，救命恩人没来啊？还让我在这儿等吗？看来还是让我替你去找救命恩人吧。哎，你什么人？锦毛鼠白玉堂。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呦，白大侠，白大侠，这是大师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哎呀，我这是有眼不识泰山呐！你这是要去哪里啊？我去找你的救命恩人展昭。哦，哎，去。展兄。五弟。展兄，辛苦了。柳姑娘呢？这件事情用不着她掺和。走。好。我家观主出去云游了，所以暂时由我来接待二位贵客了。啊，主事，客套话我们就不多说了，想必你也知道我们到此的目的。我知道，我知道，这王爷府出事以后啊，江湖就传言是逍遥派干的，为此观主呢还特意托人给我们带话，让我们告诉大家，这邪宫啊早在20年前就毁了，这仙灵观里更不可能有修炼者邪宫之人了。主事，你们李观主何时回来？这百少侠也知道观主呢和他的几个至交啊经常是云游四方，他没有定所的。那你们少观主可在？啊，少观主在。你们少观主可会武功吗？我们少观主从来不习武啊。为什么？这少观主是观主15年前带回来的孤儿，是仇家灭门的幸存者，观主呢怕他有复仇之心，这特意交代不允许少观主习武。那你们少观主知道他自己这段身世吗？这个少观主成年之后啊，观主把这件事情给他讲过了，开始的时候少观主的情绪很大，不过后来慢慢的知道了观主是为他好，也就接受了。你知道你们少观主是哪里人士？这个观主从来没有讲过，可能是怕有人走漏风声，勾起少观主复仇之心吧。主事，能不能领我二人去少观主的住所看一看？好，可以，二位请跟我来。嗯，请。来来来，请请请。啊，请。观主有意将少观主安排于此，幽静，利于读书。少观主小的时候是专门聘请老师来教少观主的。哦。好香啊。啊，这是从波斯进来的特殊香料，观主云游之时给少观主带回来的，少观主喜欢，我们每年呢都专门去进一些香料。啊，主事，能不能给我一些？啊，白少侠如果喜欢，我给您装一些。啊，那就多谢了。哎，白少侠客气了。何人在我房间？啊，少观主，是展护卫和白少侠来观拜访。欢迎展护卫，白少侠，不知二位前来，还请谅解。少主你客气了。哎，来，请坐，请。
少主，没事吧？展护卫，没事儿。只怪一飞啊，不会武功，让二位大侠见笑了。来，来吧，我们一起坐。来，请坐。好，告辞，二位，恕不远送，请回吧。好。五弟，你有没有觉得李一飞这个人怪怪的？哎，展兄，刚才一试，你觉不觉得他会武功啊？很难判断，从表面上看像是不会。那展兄的意思是他隐藏得很深了？哎，李观主不让练武功那是真的，但这仙灵观奇山峻岭，卧虎藏龙之地，一切都是有可能。嗯，一个会武功的人如果装作不会武功的话，那的确是有些可怕呀。嗯，咱们走吧。好。展兄，要不我留下来观察一天。不行，你留下来目标太大，还是让其他人来监视吧。还是展兄想得周全呢。我们得速回青阳府，估计这秦大人还等着呢。再说王爷府，我们也需要拜见。嗯，展大人。咦，秦大人让我来接你们回去赴宴。哟，都请到这儿来了，看来你们青阳之州和捕快拍马屁的功夫，要比办案强。白大侠见笑了，哎，咱们请吧。请，请，请请。早知道，当年就不参与这事儿了。那当年，孙家扩大自己的实力，要自称为王。可是钱不够，他就看上了杨家。可孙家不撞南墙不回头啊，最后自寻死路。我们和他有过节的这几家，都被他绑架。你敢抵抗？我们现在只能想想他对我们的好。当年一路上舍弃别人，最后留下我，他给了咱们这么大一笔家业。家业，家业有什么用？女儿都没了。别在我面前哭，行不行啊？我什么？我忍着。我们现在只能示弱。哎，你过来一下。把你了解的案情跟我们两个人说说。啊，我问你，王爷家的现场你们怎么处理的？王爷家，这个你们也知道，我们也不便过多打扰。到了现场，仵作就根据当时的情景画了一幅图。啊，在这儿。杨万才，他的情况调查怎么样？关于杨万才的说法很多，最主要的传闻就是他财富来路不明，再加上这个人啊特别的抠门，所以许多人都说是他以前的仇人为了报复杨万才才杀他的女儿。都什么人说的？说的人很多，包括和杨家最亲近的镇远镖局就有人说。镇远镖局的谁？首席镖师钟鹏，他常在江湖走，估计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吧。那么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当面向杨万才求证过呀？我问过他，可他说这是生意上对头对他的诬陷，其实他的生意根本就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他主要的目的啊是为了争夺幻香阁的西青。
幻香阁是青楼，庆阳府唯一的青楼，那儿的老板娘潇湘夫人可能干了。你告诉我，这个杨万才是从什么地方到庆阳府的？据说从渭南来的。据说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事和案情没有关系，我就是听说而已。大人，免了。他们人呢？这展大人和白大侠本来说要来的，可是走到半道又去查案了。你说你这个人，让我怎么说你？抓个贼你不行，连请个人你都请不来，你就不会跟他们多学着点儿？他们根本就不带我。参见王爷。王爷，包大人有书信一封，面呈王爷。展会，白御史，请坐。此事让包大人费心了，孤王再次谢过。世子遭此一劫，婚事变丧事，人生难遇，便让孤王赶上了。哎，孤王动心呐。此番展会和白御史临危受命，有劳了。请王爷放心，我们定当尽力，在圣上北巡之前，将凶手缉拿归案。嗯，好，那就拜托你们了。王爷，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和世子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啊，你跟着去吧。是，父王。告辞了，王爷。请。按照世子的说法，夫人死的时候是神不知鬼不觉。我刚才屋前屋后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痕迹。看来凶手的轻功了得。看来他们计划周密，没有留下一点破绽。这样，咱们去杨府看看。好。啊，请用茶。杨老爷，请问你祖籍哪里？回展大捕头，杨家本是渭南人士，从渭南举家来到庆阳，已15年了。哦，之前你听说过逍遥派吗？逍遥派？没有。杨老爷，那我问你，你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仇人？杨家多年来一直本本分分做生意。没有特殊的仇人。展大人，哎，展大人，夫人，白大侠，求你一定要为我女儿做主啊！老身给你磕头了。杨夫人，快快起来！展大人，白大侠，对不住。展大人，别在这添乱。展大人，赶紧扶夫人走。是，展大人，你一定要为我女儿做主啊！杨老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彻查到底。
先告辞了。我们先走。多谢展大人了。展大人，一定要为我女儿做主啊！展大人。夫人。你们要什么都可以拿走，求你们放过我的妻儿老小。给我斩草除根！我在想，这杨家为什么要举家从渭南来到庆阳？看来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展大人，展大人，白大侠可找到你们了，请二位一定要给我个面子。秦大人说了，如果这次再请不到你们，我这个捕头就可以不当了，请二位不要为难在下了。哎，你不是说这杨家的财产来路不明吗？有什么证据啊？就是我和钟鹏一块喝酒的时候他告诉我的，也没什么证据啊。什么没证据啊？武帝，杨万才说他们15年前就从渭南来到庆阳了。15年前杨家在渭南肯定有事情发生。华山脚下年年争霸不断，到底哪件事情会和杨家有关系？这次展昭和白玉堂来得正好，你们两个要给我好好的招待他们。主人吩咐就是。好久没有痛痛快快的打一架了。诱敌深入，千万不可恋战，我要好好的利用他们，以后有机会让你们死战。是，主任。秦大人来了来了，快快快，里边请。秦大人，二位秦大人，来来来。愣着干什么？倒酒啊！秦大人破费了。哎，田捕头，干什么呢？白大侠这身上的味道好熟悉啊。哦，是这个味道吗？想起来了，这就是王爷府上那洞房里的味道，当时我也打了这么个喷嚏呢。展兄，显灵罐。全部都啊，你马上通知仙灵馆周边的村民注意防范啊，贴出告示到各个城门，让年轻的少女少出门。告辞。这呀好，这饭不吃了。黑白双煞，展兄真是踏破铁鞋啊。你追踪多年的黑白双煞自己送上门来了。展昭，白玉堂，仙灵观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二位怎么在此啊？少观主的门怎么开着呢？
门怎么会开着呢？哎，二位大爷，这出什么事儿啊？主事，见没见到两个人到你们仙观里啊？没有啊。这两张图是你们少观主的吗？嗯，这不是我们少观主的东西啊。五弟，他们把我们引到这里来，一定有他们的寓意。这个杨不难理解，一定是杨万才刚刚被杀的女儿。嗯，这把刀，你们少观主去哪儿了？少观主，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我也是想过来看一下，正想碰上二位。这些东西绝对不是我们少观主的。那你这么说，是黑白双煞诬陷你们少观主？展兄，我想起来了，这把刀和我师兄司马空的刀是一模一样的。莫非镇远镖局？镇远镖局，主事，你给我好好看好这个房间。如果少观主回来，马上禀告我们。是是是，贫道照办。走。这件事情，我早就应该想到。王府出事那天，我就应该已经想到。其实我师妹挺可怜的。师父临终前告诉我，师妹家跟杨万才家是世交，15年前从渭南一起来庆阳，谁知路上遇到不测，这沙家只剩我师妹一人。我师父没有子嗣，这杨万才就把我师妹送给我师父收养。后来我托人打听才知道，当年在渭南，沙家比杨家更有地位。这杨万才嫁女儿那天，我跟师妹说，要不是因为她父亲死得早，那嫁给王府的就应该是她。这王府一出事儿，我还给师妹开玩笑，说幸亏没嫁过去。这看来躲个初一，还有15。展兄，照钟鹏这么说，15年前的渭南曾发生过一起事件，现在嫌犯要杀的对象是杨家的女儿和沙家的女儿，也和当年的事件有关系啊。五弟所言极是。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事件呢？展兄，要不要咱们再次询问这个躲躲闪闪的杨万才啊？嗯，杨万才他这么做是想让我们调查出更多的内容，还是等等看丐帮那边调查的结果吧。好，我们目前的重点是要保护好镇远镖局和你师妹。钟镖道，镖局之内哪里最安全？镖局密室。好，那就有劳你师妹在密室躲避一段时间。那好吧，钟鹏悉听安排。那就多谢展大人、白大侠。这写的什么呀？这是，我是怎么讨厌的？老太太，小心逍遥剑魔装扮年轻女子来抓你。你这孩子，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你年纪轻轻的，你积点口德啊！五弟啊，我看此事就依你所言，就这么定了。裸裸的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一定要尽青阳之力来配合展护卫和白大侠。我跟他赌一局，和他们决一死战。秦大人的态度和全捕头的决心，我和武帝都能理解，但是要对付李一飞他们，我们得需要一个更加周密的计划。有什么计划尽管吩咐。目前整个布防和排查已经开始，现在我们重点布防的是镇远镖局。刚刚我和武帝来的时候路过幻香阁，那里边也存在很大的隐患，也需要我们加强保护。这不合适吧？秦大人，幻香阁虽是青楼，但人命关天，必须保护。是是，展护卫和白大侠真是爱民如子。全捕头，幻香阁和镇远镖局你挑一个，
这个镖局呢都是武行，这多我一个也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要不我保护幻香阁。哎，你可是青阳堂堂的捕头，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哎，是展大人征求我的意见吧。大人，秦大人，我认为全捕头去幻香阁比较合适，他在那里保护我们也比较放心。那我去了啊。哎，可不要乱动心思啊。怎么会呢，大人，事不宜迟，我这就去执行任务了啊。哎呀，啊，请坐。少官主，请，请，敬你一杯。嗯，少官主，我就不明白了，以您的逍遥神功，再加上我们哥俩荡平庆阳都行，您为何要这么做呀？因为仇恨。不就是报仇吗？如果你不方便出面，我们替你把仇报了。说吧，杀谁？那样不解恨。这仇恨压在我心里整整15年，我要一点一点的去折磨他们，也让他们感受到失去亲人的痛苦，感受到被复仇的压力。少官主，高高高，真高！少官主的武功很高，欢喜双修啊，感觉真好。哎，要不今晚上我们也享受享受吧。是啊，少观众，我们也帮您抓了不少女人了，今晚也让我们享受享受。香三和香七这两个房间今晚归你们所有，切记完事之后务必把目标给我抓来。谢少观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杨老爷，贤侄，怎么急匆匆的找我何事？我师妹现在已经成了别人的追杀对象。怎么会有这事？追杀令已经在展昭白玉堂手上。不管你当初怎么答应我师父，我师妹的安全希望你能够负责。不是有展昭和白玉堂保护吗？荣华富贵你们想着，保护我师妹的安全你却推给旁人。杨老爷，我和展昭白玉堂已经说了，我师妹当初是和你们一起来到庆阳，但我只说了这么多，不要比我说更多。贤侄，你容我禀报一下。无论如何，我师妹不能出一点事儿。哎，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好，我答应你。反正我也没了女儿，我会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宁儿。那就好。希望杨老爷不光是嘴上说说。嗯，那好。贤侄辛苦了，我这里就这么多。王爷，杨万才，现在再加上镇远镖局。这边是李一飞。目前还看不出王爷和整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多年来，杨家、沙家、李家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整个事件又会不会涉及到其他的人？没错，这是问题的关键呢。李一飞精心策划，出奇精准，那些被害人里面没有人出头，如散沙。这样下去的话，问题就更大了。到最后，展兄，你我二人都难以抵挡了。包大人限咱们10日破案，我看很难完成了。
从目前整个事件上来看，杨万才这个人很关键。对，展兄，明天咱们必须再询问杨万才。师妹，师兄，我在这儿跟坐牢也没有什么区别呀。委屈你了，师妹。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镖局内外除了我们的人，展大人和白大侠也加派了人手。那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呀？我也正在追查原因。刚才我也见过杨万才。那他怎么说？他说他要禀报一个更重要的人。那个人会是谁呀？我猜测是王爷，但是没有证据。关键时刻，这些人估计都自身难保，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交易的筹码。宁儿，如果这段时间我发生不测的话，你一定要转告展大人和白大侠，就说杨万才在捣鬼。师兄，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我知道了。宁儿，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你说，师兄。现在这个事件不知道多久才能过去。镖局这边有展大人和白大侠他们的保护，我想没什么问题。我想去见一个人。你说的是幻香阁的西青？是的，逍遥派四处抓人，我想提醒他多加小心。师父在世的时候都阻拦不了你，我做师妹的怎么能不让你去呢？去吧。好，走了。青儿，这几天我有要紧的事情要处理，你自己多保重。你也是。青儿，这几天就委屈你了。啊，这些银票你先收着，我一定想办法把你赎出来。你哪弄来这么多钱？杨万才那个老财主给的。给的？他为何会给你钱？说来话长，你先收着，等以后我再慢慢跟你说。即使你把钱凑够了，我也担心夫人她不放我走。等过此一劫，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在下镇远镖局钟鹏，哪位道上的朋友报上名来？我们是来抓你的朋友。黑白双煞，我与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何要抓我？我们主人想抓你，所以必须抓你。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哎，展兄，五弟，进来说。好。展兄，五弟，哈，你先说。展兄，我有一种不祥之感。怎么了？昨天晚上我做一梦，钟鹏被人杀了。啊！大人，白大侠，大事不好了，钟鹏不见了。不见了？对，所有该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但是没找到。沙宁儿要见白大侠。沙宁儿恭迎白大侠。免礼。白大侠，昨晚师兄去幻香阁看望西青姐，去了就没能回来。他走之前告诉我，如果他出事了，一定是杨万才做的。他让我将这口信务必带给你。好，我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着急，我一定会找你师兄的，同时也不会让你受伤害。谢白大侠。司马图。在。杨万才带回来了没有？应该到了。好，你先在房间里休息。抓我来这是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抓我？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有犯法，你们不为我女儿破案，反过来抓我，我会让王爷找你们算账的。杨老爷，今天希望你当着司马镖头的画像把事情说清楚。快说。白大侠，你让我说什么呀？我问你，镇远镖局怎么会进入李一飞的追杀名单？钟鹏为什么会失踪？钟鹏告诉他的师妹沙宁儿，如果他出了事就是你在捣鬼，又是怎么回事？白大侠，展大人，你们查案没查明白，我一介草民怎么能知道？我手无缚鸡之力，怎么能抓钟鹏啊？杨万才，不要再装糊涂了。钟鹏已经把你和沙宁儿一家从渭南举家搬到庆阳的事情都已经告诉我们了。你最好把整个事情说明白了，整个事件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不要再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了。老实说。白大侠，展大人，我说，15年前，我们杨家和沙家在渭南也算得上是大户人家，可是，一直被当地的孙家压着，他们步步紧逼，我们无路可退。我们只想找人，出了这口恶气，可没成想竟请来了这一帮恶人呐！他们灭了孙家。后来这帮恶人因为钱财起了歹念，他们背信弃义，反过来追杀我们，我们一路北上。沙家兄弟为了保护我们被杀了，于是我带着沙宁儿继续北上，逃到了庆阳，幸得王爷收留，我们才得以安宁啊。照你这么说，王爷也知道此事？不，王爷只知道北上的事情，不知道渭南的事。那么孙家还有后人吗？会展大人，那帮恶人斩草除根，孙家应该被灭门了。还有其他事情要说吗？会展大人，没有了。杨老爷，你们现在被人追杀，会不会害怕？杀害了我的女儿，拿走了我的心头肉，我还有什么可怕的？那你今后有何打算？我不能对不起沙兄弟，当年我送宁儿来镖局学武艺，就是为了让她防身。展大人，白大侠，我拜托你们早日抓住那杀我女儿的孽障，为百姓除害。
我看这件事不那么简单。张大人，白大侠。张大人，白大侠，不用那么麻烦，你们歇着，我去把西青喊来就行了。啊，江捕头，这青楼啊本来就是非多，如果以官府的名义把他带来，对西青姑娘影响不好。再说了，此事也尚未确定，还是一同前往吧。哎呀，还是展大人您想的周到。萧德明白了，萧德明白了。元兄，孺子可教也。谢谢夸奖。走吧。哎，走一会儿走。哎呀，大爷！展大人、白大侠，冰淇先让他们给保管一下。好。来来来。来，里边请。哎，走走走。行，去去去去去去。全捕头，你这儿熟啊？没有。哎，萧萧夫人，萧萧夫人。哎呦，全捕头，你来了。来来来，过来。怎么也不打个招呼？贵客迎门，我必须到门外接才行。萧萧夫人，来，借一步说话。那个穿白衣服的是白玉堂白大侠，那位是展昭展捕头，这都是我们的贵客呀，你得好好照顾着啊，细心照料着。哎，走了走了走了。哎呦，两位贵客，跟我走，这边请，跟我走。来来来。好好好，西青姑娘的琴艺真是好极了。西青，给各位客官请安。来来来，别在这站着了，过来过来过来，快点啊。来来来，大人请坐，请坐请坐，坐。展大人，白大侠，不知何方仙风把两位贵客吹过来的。潇湘夫人，我们今天来呢是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逍遥派的邪功祸害了庆阳，你们幻香阁有没有走失的姑娘？哎呀，以前没有，现在呀有全捕头保护着，那就更没有了。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昨天晚上钟鹏镖头从幻香阁出来以后就不知所踪，我们就想问一问西青姑娘，你可知道钟镖头的去向？钟镖头是昨夜子时从奴家这儿离开的，未曾想留宿，临走时对奴家说有要事要办，为何会失踪？慌什么慌，丢魂了。报告大人，钟鹏镖头回来了。哎呦，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钟镖头。白大侠，展大人，你没事吧？啊，没事。昨晚贪杯回来路上骑马游江，一不小心误入山林，就在外面露宿了一宿。啊，没出什么大事就好。钟镖头，那你好好休息，我们就不打扰了，告辞。啊，多谢白大侠、展大人。啊啊，告辞。杨万才，早就知道你不是好东西，居然还算你忠义。你是谁？是杨万才什么人？杨万才的仇人，也是要杀你师妹的人。那你抓我干什么？我想要你为我卖命。你休想！哼，这可由不得你。给你一道生死符，这道生死符会定时发作，发作的时候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解药嘛，我会定时给你，前提是你要听我的话。卑鄙！
展兄，这里面一定有问题。说说看。西青的话里并没有提到钟鹏喝醉酒的事情。当我扶钟鹏的时候，钟鹏有意回避自己手上的伤，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你是怀疑钟鹏被人控制？展兄，咱们还需要两手准备啊。首先派人盯住钟鹏，然后再以加强防范为由，凡是出入镇远镖局的必须结伴而行，就算给沙宁儿送饭也得必须两个人一起。正合我意。来人。大人，马上通知司马图给镇远镖局加派人手，严密防范。是。谢谢。一生的心血竟然培养出你这个淫贼来，我今天就代替李欢观众取出你这个淫贼。白玉堂，我知道对不起义父，也不该练这种邪门的功夫，但是我要报仇，只有这种功夫才有捷径。师父不告诉我仇人是谁没关系啊，他给我留下了好多钱，我可以让黑白双煞去给我买信息。沙宁儿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姑娘，为什么要杀她？这叫父债子还，像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人，更没有一个会说实话的人。你还要当大侠去帮他们？白玉堂，我替你感到不值啊。我不是在帮人，我是在除恶。还有更恶的人，只是你不知道，也不一定能除掉。算了，今天小爷还有别的事儿，就不陪你玩了。不过在走之前，我要跟你说一句实话，还有一个人在幻香阁。
杨万才，你知罪吗？大人，小的不知。杨万才，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提审你吗？展大人，小的真的不知道。沙宁儿死了，他的死都是因为你。展大人，沙宁儿不是由你们保护吗？杨万才，你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你到底还要隐瞒到什么时候？大人，小的没有隐瞒呢。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来人，大刑伺候。是。展大人，小的冤枉，容小的私下禀报。将杨万才带入后堂。是。冤枉啊，大人。有什么快点说吧。幻香阁的西青，外面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是当年柳家的后人。当年安阳一战，沙家柳家全都战死，因为我不会武功，提前带两家各一儿女勉强逃生。到了庆阳，养活一家人实在是困难，因为没有钱，我就把柳家的丫头卖给了潇湘夫人，把沙家闺女拜托给了司马空。因为柳家姑娘，她的事情本就是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也报愧柳家，因此很少有人知道，所以当时就没有跟你说。杨万才，我看在你痛失女儿的情况下，先听你一回，如敢说谎，绝不饶恕。小的不敢，展大人。五弟，你还有什么要问的？杨万才，我来问你，你们当年对抗孙家的时候，就只有杨、沙、柳三家吗？是的，白大侠。你们就这么泯灭人性的杀了人家全家？不是，不是我们杀他全家，是那恶人杀了他们全家。现在看来，这个复仇的李一飞，就是当年孙家的后代，当晚有可能目睹了一切，所以现在要对你们斩草除根。白大侠，若真如你所说，那个李一飞就是孙家的后人，他的做事风格肯定继承了他的父亲。渭南的杨、沙、柳三人，现如今就剩你一家做代表了。那么我问你，李一飞在和我交手的时候，一直在说你们骗了我。这个你们指的是谁？白大侠，真的是没有谁了，就我，我一把老骨头。小女走了之后，还剩我夫人。杨万才，不管有没有那个谁，你与本案都脱不了干系，先将你暂押在庆阳府，随时天候传唤。大人，冤枉，实在是冤枉啊！全捕头，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展大人，带下去。是，走。冤枉啊，大人，走，实在是冤枉啊！我冤枉。秦大人，秦大人，杨万才就先交给你看管了。请放心。秦大人，有没有酒菜啊？哦，哈哈，有有，马上准备。展护卫，白大侠，今天可是难得的日子，能请到二位吃顿饭。菜虽然简单，但酒可是好酒，咱们大碗的喝。来，来。二位晚上不去幻香阁了？秦大人，这幻香阁是我和展兄去的地方吗？今天晚上我们什么地方都不去了，就在这儿喝酒。来。哎，五弟，你就别逗秦大人了。秦大人有所不知，这是我五弟啊大战之前的放松疗法，
有知己陪酒，喝得越多，决战的胜算就越大。好，来，敬你了。来，秦大人放心，这个李一飞今天晚上是不会去幻香阁的。就算是去了，不还有司马图守着呢吗？是。秦大人呐，从你们衙门到仙灵观，再到镇远镖局，到幻香阁，还有王爷府、杨府，以及春风客栈，我和展兄来回奔波了许多天呢，就是为了今天晚上的这顿酒。吃完了这顿酒，决战李一飞。五弟，辛苦了。展兄辛苦。我说一句啊，在庆阳府，我是知州，我说了算。让幻香阁关门就是了嘛。还存在李一飞袭击不袭击吗？我说错了吗？秦大人，你说的没错，幻香阁是要关的。可是西青这个人，李一飞是绝对要杀的。就算你把幻香阁给关了，那么李一飞会从另外一个地方来向我挑战的。与其这么换来换去，不如在幻香阁来个直接了断。我知道了。来来来来来。这一大清早的把我们叫起来干嘛呀？就是，我们还没睡醒呢。我要让你们做我的死士。主人，我们的命都是你给的。对呀，还给我那么多钱花，还给我们姑娘。这次让你们去的地方是一个既有钱又有姑娘的地方啊，那死也值了。更何况并不一定会死。就是，能杀我们的人没几个。那今天你们两个就给我吃饱了喝足了，晚上好干活。是是。哎，五弟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我肯定能找到他。啊，应该就是这儿啊。哎，你等会儿啊。让我再看一看啊。春风客栈。哎，没错啊。难道这小叫花子给我的消息是错误的？哎，春风客栈。刘姑娘，天童帮主。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啊？白玉堂呢？他去幻香阁了。哎，幻香阁是什么地方？青楼啊。这五弟怎么可能去那种地方呢？哎，刘姑娘，你不是不是不是青楼，他是把办案地点转移到青楼。哎呀，你怎么半句半句的说呀？我本来想给五弟一个惊喜，现在变成惊吓了。哎呀，解释解释不清楚了。哎，刘姑娘，哎，等等我。哎，刘姑娘，等等我呀。哎，天童帮主，等等我。真香啊，你这身上。哎，柳姑娘，你怎么来了？天童长老，我还以为你会派人把消息送来的，没想到你会亲自来访。哎，怎么不怀疑我老叫花子？哎，柳姑娘，咱们走。哎，别，你来了我五弟高兴还来不及呢。来，快请坐请坐。哎，这还差不多嘛。哎，柳姑娘，来坐坐坐。哎，来来来来，哎，坐坐坐。来，西青啊，快过来！来来来，西青啊，快向各位请安！来来来，西青向各位请安。帮主，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潇湘夫人，这位是西青姑娘。西青长这么大，还没有这么多人关心过我。西青，谢谢各位。
现在咱们过来分析一下案情啊。好好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我们先走。哎，好好好，坐下。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司马图，你连夜赶回去，把这里的情况禀告给包大人。来来来来，是，喝口水啊。来来来，喝口水。天通长老，现在情况是这样。现在的情况非常严峻，所以你们每个人都要认认真真的行动。是是是。15年前，渭南小华山一战，我去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打完了。我遇上了李欢，他救下了孙家的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呢，就是现在的李逸飞。李欢跟我讲啊，是一个皇室的后裔，带着杨柳沙三家劫杀了当地的首富孙家。他们为的不仅仅是财产和土地那么简单，为的是一本武林秘籍。现在案情基本明了了，皇室的后裔就是燕王，武林秘籍就是逍遥邪功。即便他练就邪功，可以到处杀人，但是李一飞始终觉得他斗不过燕王，所以他就一直牵着我们往下查，就是想让我们知道，是燕王牵头，灭了孙家。哎呀，这个李一飞，李一飞这个丑小子啊，怎么这么傻呢？啊，哎呀，真是枉费了他师父对他的一片心血呀。帮主，现在的李一飞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他已经掌握了逍遥派的生死符，控制着黑白双煞，只是他的武功还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他的轻功已经练就了逍遥的腾挪大法，要想对付他实在是不容易啊。让我五帝头头的人不多呀，这回算是碰上坎了。没事儿没事儿，有我丐帮的老叫花子在这儿，我保证让他大事儿变小事儿，小事儿变没事儿。长老，能有什么好点子吗？叫帮主。不妨事儿不妨事儿，柳姑娘叫我什么我都开心的。我跟你们说啊，李飞这个臭小子从小他就喜欢玩游戏，就爱玩这种声东击西的游戏，我们就给他玩一个以假乱真。这个对象我都帮你们想好了，来来来来来，我跟你们讲啊，到时候呢咱们就这样。哎呦，今天客人怎么这么多呀？哎呦，公子您来了。哎呀，二位爷，今天想点哪位姑娘啊？今天我们弟兄二人要找你的头牌。有钱吗？两个人在一起吗？不行吗？行行行，给钱就行啊。哎呦，西青啊西青，接客了。好嘞，上来吧。声音真好听，骨头都酥了。来吧来吧，快跟我来。妈呀，好了没有啊？美人，快点啊！呀，
两位哥哥，你们哪一个先来呀？我先去。说好了，我先来。美人，我来了。出现，不好，密室！哎，五哥，柳姑娘，张大哥，五弟呢？去密室了。李飞，孽畜，还不住手！师叔，李飞，事到如今，你不能一错再错。李飞，你还不束手就擒？刀下一顾，怨气冲天。我忍辱负重十几年，才练就了逍遥邪功，为了就是要给孙家报仇雪恨。我杀了这些人，全都是罪有应得之人。现在你们想要我束手就擒，可以。白玉堂，你不是厉害吗？可否与我对决一场？如果我真输了，我李一飞任由你处置。好，我答应你。
息亲，算你还有良心。同是孤苦，梦醒之时已是生死离别，待我向西清之前帮我照顾好他。你也坐。西青姑娘，皇恩浩荡，燕王已经被皇上处以宗法，蜀地已经被收回，你们孙家的祠堂也已经修缮完毕，当年绞杀孙家的人也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今天我们二人前来，就是想问一问，你想不想回自己的故乡渭南去？西青从小在这里生活，也已经习惯这里生活。渭南已经没有什么我的亲人了，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将腹中的孩儿生下来，好好的生活下去。那你腹中的孩子是？对，我腹中的孩儿正是李逸飞的。西青姑娘，等孩子生下来以后，你一定要告诉他，江湖恩怨多，一笑泯恩仇。那好，我们告辞了。请。好。撤！撤！撤！白云雪落花露残雪，朱红泪望烟塞。风无声，悄然一重帘，朦胧中声音若否入心。唯有梦里你容颜，
空即是奈何两边，红尘再见不散对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加封白玉堂四品护卫之职，共职开封府，以慰府弊，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白五爷出道之时，年方十七，年少成名，潘家楼可是一战成名。白五爷结拜严生，大闹东京的时候，还不满二十呢，风头无量啊！我还是喜欢白五爷倒三把，通天哭，气死猫，那就连圣上都没办法。白五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哎呦，白五爷，白五爷您来了。好，各位好。白五爷，白五爷，白五爷，白五爷您来了。开封府的债，就先由你来偿还。失火了，快救火呀！快呀！快快快！包大人，小人赵顺家里千两银子一夜被盗啊！包大人，小人城东李武更冤呐，不仅丢钱，连地契也被偷走了。包大人，小人刘散，我家丢人了。那可恶的盗贼竟然把我佣人们的卖身契都给盗了，并当院焚烧，现在家人们都在嚷嚷着要回家，这是没天理了，这是。有意思，刘三，佣人会有卖身契吗？我看是你家小贱的卖身契丢了吧。活该，活该，活该，活该！公堂之上，不得无礼。盗贼作案之时，可曾有人相遇？回包大人，据打听的人说，盗贼是白衣白袍，功夫了得呀。啊，对。现场还留有飞黄石呢。就是啊，那飞黄石是白玉堂白护卫惯用的暗器，盗贼必定是白玉堂无疑。是，包大人，包大人，请您为我们做主吧，包大人，为我们做主吧，包大人，为我们做主吧，你得为我们。不得喧闹，我且问你们，你们谁见过盗贼本人？没有，没有，没有。单凭这些线索，怎能断定此案是白玉堂所为？此案本府受理，尔等回家看护好现场，待真相查明之后，一定给尔等一个交代。多谢包大人，谢谢包大人，多谢包大人，谢谢包大人，谢谢包大人。退堂。包大人，白玉堂现如今正奉命在襄阳陪着严大人，他人不在京城，这件事不可能是他所为啊。从表面看，此人的作案手法倒是很像白护卫。大人，要不要派人把武帝给召回来问个究竟？目前召回尚不妥当，一是严生需要他的保护，再者白护卫做事一向不拘小节，胸怀坦荡，我相信他不会做出这等偷鸡摸狗之事。如果此案确实和他有关，那也一定有他的道理，他定会如实禀告。悉听大人的安排。不过此案确实蹊跷，犯案人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此案
不能快速侦破，定会生出更多事端。派展昭，火速探查。是，大人。快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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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让我们进去！开门！出来！畜生！快开门！出来！开门！出来！开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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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生！快出来！开门吧！开门！开门！哎，贾大人来了！贾大人给我们做主啊！贾大人，你要跟我们贾大人啊！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这刘三呢？贾大人，欺男霸女，你一定要严惩他呀！就是啊，请你们放心，待我们查明事实，一定给大家主持公道。谢大人，叫门！快开门！贾大人到了，快开门！展大人，这就是我丢东西的仓库。你都丢了一些什么东西啊？展大人，这是我丢的东西的清单。关主好。王爷。啊，坐吧。王爷。关主，别急，坐下来慢慢说啊。王爷，还是老规矩，先说坏消息。包拯派出严查散暗查襄阳，有白玉堂一路陪着。和包老黑这笔账，我早晚要清算的。可以开始算账了，开封府那边惹上事儿了。嗯，好消息。是的，京城三大富商被盗，据传盗贼就是白玉堂，如果真的是白玉堂，我们的机会就来了。此话怎讲啊？白玉堂乃包拯爱将，包拯定会包庇白玉堂，我们可以借此事来大闹京城，让开封府名声扫地，惊动皇帝，趁机破坏严查散和白玉堂的行动。如果此事不是白玉堂所为，那又当如何呀？那就是说有人冒充白玉堂，这冒充之人绝对是个天才，可招募到我们招贤馆来为王爷效力。观主，你要如何去做呀？继续派人盯着严查散和白玉堂，我去京城静观其变。好，观主，那你就放手去干吧。是，王爷。展大人，请您尽快抓获盗贼白玉堂，还我们公道啊！放心吧，我们会尽快破案。谢展大人。哎，哑巴，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那么开心吗？我告诉你，开封府开始还债了。你看那个展昭每天忙得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你难道不开心吗？那个白玉堂不是最受欢迎的大侠吗？他不是代表正义吗？我就是要让他们用这种他们自己所谓的侠义之道来惩罚他们自己。当年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这些所谓的侠义之道，我就不会失去我的父亲，也不会遭受这么多不幸。我必须得让他们自己承受到痛苦，我要他们偿还我，我要把他们踩到脚下。哎，我得给他们更大的压力。
开封府竟然包庇白玉堂。包大人，这就是从现场拿来的证物，一共有两件，字和石头。从表面上看，这两样东西都和武帝有关，但是你们仔细看，这字不像是武帝的字，这石子也不是武帝使用的飞黄石。这么说，有人冒充白护卫？是的。公孙先生，你如何看？回大人，目前此事非常复杂，现在坊间盛传我们开封府包庇白玉堂，眼下当务之急就是应该找到幕后真正的案犯。现在京城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如果让圣上知道了，我们将更加被动。展会在，此事关联白玉堂，可派柳燕姑娘速往襄阳与其会面，告知详情。遵命。你看看，欺人太甚！开封府包庇白玉堂，这个时候老李呢？老李气得下不了地了。不管他，我们要让全城的百姓都知道开封府包庇白玉堂。对，在座的老少爷们们，白玉堂身为护卫，行的却是盗窃之事，开封府非但不加严惩，你们看看，包庇白玉堂，你们评评这个理啊，这公理何在啊？公理何在呀？这两年里，天天说的可都是白五爷的好，怎么听你们这么一说，这五爷却成了躲事儿的人？他就是。依我看呢，白大侠就不应该当这个护卫。虽然是皇上派他来当官，和行侠仗义两不误的，可到头来还是。是啊，我们现在到哪儿去说理呀？开封府分明就是包庇白玉堂。对，你看看，我们该怎么办？你们说，看看啊。年兄，五弟，没人吧？这样吧，等雨停了再走。这雨不知道何时才能停啊。是啊，今晚最好能够在此歇脚，里面没有人应答，我到小门去看看。好。哎，师傅。施主。师傅你好，天黑遇雨，道路难行，想借贵宝庵避雨，请行个方便吧。施主，我们站在尼姑庵，天晚不便留南柯，请施主往别处去吧。啊，关主，我觉得这件事情蹊跷得很，您吩咐我们散开开封府包庇白玉堂这个消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就传遍京城上下所有的地方，是何人所为？我查了一下，是一个叫顾少白的少年。顾少白，开封府注意到此人了吗？应该还没有。那就好，给我查清楚这个顾少白的底细，先不要打草惊蛇。如果我的判断没错，这将是我们的一个可用之才。是。严兄，五弟，真是奇怪啊！刚才在小门从里面走出来一个男的，可是那尼姑却说他们不接待男客。那真是蹊跷。哎，雨停了。五弟，这雨停了，咱啊就继续赶路。好。走。严兄，你先住下，我再回尼姑庵看看。好。五弟啊，一定要小心。放心吧，几个尼姑奈何不了我的。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实话告诉你，今天就休想从这里出去。你们是想要存心害人呢？你们要是不放了我，马上就要叫人了。救命啊！住手！在下唐梦兰，被这两个尼姑强留在庵里。我说唐兄，你这又是何必呢？这位公子一看便是多情之人，来，喝了这杯酒。嗯，好酒。哎，相国相公这边。好，来，坐。岂有此理！不知道二位叫什么名字？我叫明心。哦，明心。嗯，那你呢？我叫慧杏。哦，慧杏。贼尼勾引人家子弟，残害好人，该当何罪？你当害了几条性命？还有几个贼尼，从实招来。暗中只有我师兄二人，还有两个道婆，一个小徒。小尼实在不敢伤害他人性命，还请大爷饶命。你说的可是真的？对对，是真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还请仁兄放过他们吧。此等贼尼，留着何用？得饶人处且饶人。他们保证以后不会再犯就是了。对，看在汤兄的份上，暂且饶了你们。如敢再犯，定送官府。我们再也不敢了。走吧。敢问仁兄如何称呼？在下锦毛鼠白玉堂。失敬失敬。汤兄，此地不宜久留，你赶紧回家吧。哎，告辞。好，请。事情就是这样的。少年读书时，先生是襄阳人，总与我们讲述襄阳的淳朴民风。可如今这尼姑庵里也有如此不堪之事，实则与襄阳王多年来骄奢淫逸有关。这个剑王姑息养奸，开招贤馆，再加上他的大将傅以善等非匪即盗，一群亡命之徒意欲造反，再加上他招募江湖败类，卸下蒙丹蓝谱，实乃是大逆不道。这襄阳王不破，圣上不安，老师不宁。听说这个蒙丹蓝谱隐藏在冲霄楼，而这个冲霄楼正是襄阳王历时数年打造的机关暗器的魔宫。哦，公之不易啊。如此看来，此事还需要武帝和开封府众家兄弟帮忙。嗯，那我们先去丐帮襄阳分舵面见天通帮主，再做记忆。武帝啊，几日不见你的功夫见长啊。
你的功夫也不减当年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老了，老了。这些年来，值得欣慰的是武帝心情的变化，锋芒而不外露。高啊！承让，承让。哎，我说二位啊，你俩就别互相谦让了。认识你们这么久，今天我算是开眼了。哎，听严老弟这么一聊，好像对武功也略知一二。哪里哪里，就是看看热闹。哎，武帝啊，一会儿柳姑娘可能就会来。什么？燕子要来？嗯，有件事情呢，我一直瞒着你。这件事情说来话长，等柳姑娘来了之后呢，我们再慢慢聊啊。好，天东长老，我不在，你又说我什么坏话了？哎，你看看这小丫头。燕子，你来了。嗯。事情就是这样的。燕子，展兄那里还有更多的线索吗？目前还没有。哎呀，我丐帮的眼线发现了一位年轻人，长得特别像，嘿嘿，特别像武帝年轻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怀疑他有借你成名之嫌呢。此人在什么地方？两天前跟丢了。哎呀，小叫花子向展护卫已经汇报了情况。那照你这么说，要想找到此人比较困难。哎，是有点费劲呐。未必，武帝，我们现在有天通帮主和丐帮帮忙，一定会找到此人。燕兄，我想不能再等了。如果这个少年是冲我来的，咱们就可以借力打力。嗯，如何打法？燕兄，咱们两个来襄阳一事，想必襄阳王已经知道了，而且也派了耳目跟踪我们。我想借此给襄阳王送一份大礼。嗯，把藏起来的少年给引出来，在襄阳做点事。啊，五哥，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先告知包大人呢？咱们在襄阳闹得越大，开封府的压力就会小一点，这叫围魏救赵。围魏救赵？哎呀，武帝啊，你这个脑袋就是比我这个老叫花子转得快呀。这是个好办法，确实是好办法。这个办法还得让丐帮帮忙啊。哎，你我还分彼此吗？有什么话尽管说。我让你们帮我找一个襄阳王特别关注的恶人。哎呀，就这个事儿还用找吗？郑天东这个大坏蛋十恶不赦呀。啊，他就住在襄阳的东关，此人是襄阳王招贤馆馆主傅雨善的外甥，仗着他舅舅跟襄阳王的关系好，整天是欺行霸市，鱼肉乡里呀。贵什么贵啊？要不要？太贵了，太贵了。要不要？太贵了。要不要？那好，咱们就拿郑天东开刀。好，好。嗯。大哥，别钱，没钱，给点钱。哎，大哥，给点钱吧。哎，没钱。哎，我说哥哥，要是白玉堂能来襄阳，咱们今天讨的就不止这点钱了。我可听说了，白大侠这次真的要来襄阳啊？白大侠又来襄阳？对，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哎，大伙儿，白大侠要来襄阳了。白大侠要来襄阳了，白大侠要来我们襄阳了。白大侠要来襄阳了，我告诉你，怎么了？白大侠这次来襄阳和上次去开封一样，月半之夜从东边下手。啊，你说的是不是真的？这离月半之夜可没几天了。当然是真的。白大侠这次来呀，听说要拿东关首富开始下刀啊。正东关？对呀。哎，白大侠敢下手吗？当然敢下手了。还有白大侠不敢下手的吗？就是啊，就是啊，白大侠当然敢来了。走，关主，怎么了？消息有好有坏。老规矩，先说坏消息。是，襄阳到处都在传白玉堂要到东关。东关？没错，你外甥家。我外甥和他没有过节，这白玉堂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估计八成是冲着顾少白。顾少白？没错，顾少白现在正在赶往襄阳，我感觉他应该要和白玉堂一分高下。我明白了，白玉堂襄阳放消息，目的就是为了引顾少白出面。关主，这个顾少白就是个好消息啊。怎么个好法？关主，
您可曾记得当年铁掌帮和开封府的过节？你是说顾少白是铁掌帮顾炎的儿子？没错。这么说，我们招贤馆将有一位优秀的年轻人加入了。我还真要感谢白玉堂，把这个人给我引到襄阳。好，他把顾少白引到襄阳，我们正好把顾少白给留下。赵秋，赵赵秋，赵赵秋，鱼鱼鱼，大人有何不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白衣人好像一个人？白大侠，你也有这种感觉？嗯，回去去吧。哎呀，这展昭果然狡猾，不过和小爷比还是差点意思啊。五弟，你这么做不妥吧？你想，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暴露严大人和你的行踪不说，京城的事情未了，襄阳再出事端，恐怕江湖上的传闻就会更多了。展兄，你刚才不也说过，你在半路上碰到那个可疑的少年，不也来到了襄阳吗？这不正好说明我们的计划正在一步步的实现吗？至于江湖上的传闻，我白玉堂什么时候在意过？柳姑娘，包大人的叮嘱难道你也忘了吗？我不是这样子的。展兄，这事儿与柳燕毫无关系，是我自己做主的。事已至此，你就给我一个痛快话，你帮是不帮吧？嗯，这就对了。展兄，你已经替包大人开导我了。帮主，帮主，把你的好酒拿出来，好好的款待一下展兄啊。不是，帮主不但有好酒，还有叫花鸡呢。等，五弟啊，柳姑娘，你们几个求展昭办事对吧？我干嘛要贴鸡又贴酒的？我不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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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帮主，那谁让你是东道主呢？哎呀，你看我又中了五弟的圈套了。哎，你一个小臭丫头啊，早就惦记我的叫花鸡了啊。哎，你看看，在那个筐里的，去拿。哎，好嘞。哎，小柴丫头啊。哎，我跟你们说啊，喝完这次酒呢，我就先暂时跟大家道个别。我湖南那边有一些事情要我去处理，如果有急事就飞鸽传书啊，好不好？哎呦，好像，哎呦，好像。我亲手做的，亲手做的，来，尝一尝。来，尝一尝，好香啊。嗯。看来有这么多人保护，恐怕很难下手。咱们不是有帮手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在半路上碰见的那个白衣少年，哼，就是咱们的帮手。今天晚上就先拿下这个郑天洞。失火了！快救火呀！快呀！快！啊！着火了！五弟，你们两个守在这里，司马图，走。是。展兄，小心点儿。燕子，到这边看看。嗯。
贼子，给我站住！哼，白玉堂，来得正好。小爷正想试一下你的武功到底有没有传说中那么神。我白玉堂见下，不死无名之鬼。报上名来。人送外号赛无鼠，顾少白。就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想冒充我白玉堂？今天小爷我算认栽。我告诉你，白玉堂，你最好现在就把我杀了，不然以后我有机会一定把你们这对狗男女一块杀了。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燕子，把他押到开封府。燕兄，你说巧不巧，正好被我们逮着，就给抓回来了。大人啊，大家有没有观察出来，这个顾少白很像年轻时候的白武帝？大人，我刚才问他为何模仿白大侠，您猜他怎么说？他说不是他模仿白大侠，而是白大侠模仿他。我看这小子病得不轻，先来后到的不知道，欠教训。不可鲁莽。司马图，先把他带下去押起来，明天一早送往京城交给包大人处置。是。还不走？走啊。舅舅，我家被白玉堂给烧了，这钱也被盗走了，您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恶气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了。馆主，已经查过了，顾少白是被白玉堂他们给抓去的。白玉堂，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五弟，啊，展兄，来坐。我就知道你没有休息，来，咱们两个喝一盅。好。展兄啊，这天下之大，江湖却很小，真是没有想到。这个顾少白竟然是铁掌帮帮主顾炎的儿子。是啊，他之所以和开封府作对，那是因为当年开封府秉公执法处死了他的父亲，所以他一直怀恨在心。一个从小没有父亲的孩子是有些不太守规矩，比较放肆。无敌，你有何打算？展兄，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想放了他。放了他？吴帝，你可要考虑好了，一旦放虎归山，那可是后患无穷啊。行了，展兄，不谈这个了，咱们现在把这杯酒喝了，明日再议。好，来。
展兄，我决定了，放了顾少白。那包大人那里你怎么交代？谁都有年少犯错的时候，我那个时候闹东京入皇宫，最后不也是得到了包大人和皇上的包容和谅解了吗？还有那些被盗的富商呢？被盗之人不值得同情，若是非要让人站出来来背负这个侠盗之名的话，我白玉堂担着。哎呀，五弟，我还是觉得这个顾少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放心吧，展兄，我白玉堂虽然不是什么赌徒，但是我想试一试，想收了这个顾少白。好吧，既然你这么定了，我也赞同你的理由，再给他一次悔过的机会，去吧。好。司马图，把锁打开。是，接刀。出来。顾少白，把你的玉佩给我。拿出来，给我。哎，干什么？司马图，给我。顾少白，你的玉佩暂时放在我这儿，回去之后好好想想，十日之内，如果想明白了，到惠海妙莲庵来找我，取回你的玉佩。白玉堂，我和你开封府势不两立。顾少白，你年轻，有犯错的资本，但是我不希望你就这么一直的错下去。你少在那儿给我假惺惺！我告诉你，白玉堂，从你的角度看我是错的，但从我自己的角度看，我是对的。如果不想走，就跟我们回开封府吧。等等，拿着。这，两位大人。就这么让他走了，那留这块玉佩有什么用呢？司马图，你有没有发现，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只要一紧张，就不由自主的抓着这块玉佩，想来这块玉佩就是他的定心丸。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他的至亲所送。展兄，咱们分头行动吧。好。五哥，我跟你一起吧。不用了，妹子，你先跟着展兄吧。五哥，小心点。去，去，去。这下可好了。对呀。哟哟，白大人，白大人，白大人，两位好。白大人，里面请。请，白大人，请请请请请。里面请。请坐。请坐。好。来。好。白大人，你怎么就一个人来啊？案子已叫开封府了吗？啊，白大人辛苦了。展大人呢？哦，
展大人先回开封府了，有要事禀报包大人。啊，哎，真可惜呀，没能看到那案犯，不然的话，我会上去咬上两口。哼，白大人，你抓贼有功，我们为你接风洗尘。来，白大人，请，请，白大人，请，来，白大人，请。怎么是你？你看到我被抓了以后，就一直跟着我。你是来看我究竟有多倒霉是吧？啊？跟了我那么多年还没跟够吗？啊？反正现在全天下都在笑话我。我告诉你。为了报开封府的仇，我准备了两年，可是我两个回合都败下来了。白玉堂放了我，只是为了证明他侠义的名声。你走吧，滚！走开！再次感谢两位热情款待啊！哪里哪里，我有件事情要对两位说。哦哦，关于顾少白的事啊，两位尽管放心，这件事情我说了算。哦，可是两位触犯皇上的证据啊，可是在我的手上。如果两位不按我说的去办，那我会把你们的犯罪证据呈送到皇上那里，皇上一怒，如果满门抄斩，可就不关我的事了。这两位，这好好想想。行了，这天也不早了，我回去了。好好好，坐坐坐啊，都别送。回去了。这关主，顾少侠醒了。我的朋友呢？他已经死了。你们知道我是谁？我们不仅知道你是谁，我还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你可能会有很多疑问，不过我要告诉你，对抗开封府，玩死白玉堂，放眼天下，只有我们能帮你实现。你是什么人？襄阳王招贤馆馆主。傅雨善，年轻人，我很欣赏你在开封府的所作所为，我是要帮你找回自己。你败在襄阳，我能让你在襄阳重新站起来。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回襄阳。赵立刘三家主动撤案，不追究案犯顾少白。哼，展护卫、白护卫，这是本府判案以来
遇到的第一遭。包大人，顾少白散财给百姓，自己没有留下一文钱，此案也得到了赵李刘三家的谅解。顾少白是？大人，顾少白乃铁掌帮顾炎之子，他一向对开封府存有芥蒂，不过武帝正在给他改正的机会。白护卫看上的人一定没错，希望此人能为开封府所用。包大人请放心，一定不辱使命。嗯。哟，几位客官里边请。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来坐坐坐坐坐坐。少侠请。来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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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哥哥，你说这白大侠啥时候来襄阳啊？我发现最近你嘴上除了白大侠三个字就没有别的了。那是啊，开封被盗，白大侠艺高人胆大，生擒了顾少白，还亲手放了人，那叫一个义薄云天，大侠风范。我现在最佩服的就是白大侠了。我告诉你，佩服可不光嘴上说说，要向白大侠学，多给年轻人机会。哥哥多多提携。走了走了，一边去，快走。顾少侠，走走走走走，江湖传言，不必在意。走走走。白玉堂，你毁小爷的名誉来扬自己的名声，小爷绝不会善罢甘休。顾少侠，我最佩服的，就是你这种不服输的样子。我最恨的就是白玉堂和开封府这样的虚伪，用正义来装点自己的门面，从来不去想自己究竟有多么虚伪。多年来，他们以正义的化身来揣摩别人，包括我们襄阳王府。顾少侠，你陪我一起去见王爷，我们要联手给这些道貌岸然的人点厉害看看。我不能那么草率去见王爷，我得给王爷准备一份厚礼。哎，王爷爱惜的是人才，不必在意这些礼数。我一定会给王爷准备一份厚礼的。难得少侠的一片心意，不过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兄弟们，打起精神，加把劲儿啊！白大侠，我还是喜欢跟你一起办案。司马，你说这话不怕展大哥不高兴啊？展大哥对我有恩，就是他办事太讲究程序，不够痛快。那倒也是，展兄的确和我不同啊。哎，司马，你武学渐进，展兄应该给你一个独立的机会啊。这样吧，到时候啊，我和展兄去聊聊去。行，那我先谢谢白大侠了。不用。咱们呢，马上就要到襄阳了，咱们这次面对的是一个奸王，咱们可得小心呢。是，一切听从白大侠安排。燕子，你看看，嗯，不愧是展兄带出来的啊！你就别逗他了。你看，还是柳姑娘对我好吧？柳姑娘，以后要有人欺负你，我肯定帮你。哎呀，燕子，以后我就不保护你了啊！哎哎，五哥，白大侠，你又什么玩笑？副官主，此事你做得非常好。王爷，顾少白如果能加盟，定能助我们完成大业，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他招来。哈哈，副官主，你以前从来没有举荐过这样一个人，你这是为何呀？王爷，顾少白是铁掌帮顾炎的儿子，当年铁掌帮横行应天府，作恶多端，最后是开封府出面将顾炎处死。当时顾少白只有三岁，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顾少白遍寻名师，苦练武艺，轻功上乘，一心复仇开封府。这样的人绝对是我们可遇而不可求的呀。哦，原来如此啊。王爷，顾少白面子薄，希望王爷能礼贤下士，多给这个孩子些面子。副官主，你不用提醒本王爷，有才的人在本王这里都是座上宾。多谢王爷。副官主，你这是在为本王做事，何谢之有啊？王爷，我先去安排。嗯，去吧。是。
告辞。五弟，丐帮兄弟确定了，这个顾少白和襄阳王府的人在一起。此事对我们不利啊。是啊，五哥，这个人一门心思，他就只想做坏事。嗯，燕兄，你我的行踪已经暴露在襄阳王的耳目之下，顾少白那里我来处理。我们现在要提防的就是襄阳王府的暗算。司马图，在，你要加强戒备。保护好严大人的安全。是。五哥，我陪你去抓顾少白吧。燕子，我和顾少白在会海妙莲庵约定的日期到了，我们需要在那里做好内应，还是你去吧。嗯。燕兄，当务之急，我们一定要找到襄阳王的有力罪证，法办奸王。顾少白这个投奔襄阳王的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有力证据。那好。五弟，柳姑娘，务必小心。好，告辞。小心。少白，好消息。什么好消息？王爷答应见你了。好是好。可是我还在为给王爷准备的见面礼而发愁呢。少白，你怎么看待襄阳王府的对手？王府的对手，就是我顾少白的对手。好，从对手那里得到的东西，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你这么去想，就能发现最合适的见面礼。那馆主觉得？岩茶伞的官印怎么样？好啊，如果道德既让他有欺君之罪，又能羞辱白玉堂，妙。到了。这位师傅，请问明心和慧性两位师傅在吗？施主，您是白大人吧？正是。我是新来的绝慧，明心和慧性他们跟我提起过您。哦，绝慧师傅，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柳燕姑娘。我这次来呢，是有两件事情，一是看望两位师傅，另外呢是有要事相求。大人言重了，请进屋详谈。五哥，怎么样？你笑什么呀？刚才我还在想，怎么给你起名字呢？现在想好了，叫绝笑吧。这个名字取得好。绝慧师傅，我们燕子就拜托给你了。白大人放心，我会好好照顾柳姑娘的。多谢。阿弥陀佛。哦，绝慧师傅，江湖儿女见惯了生死，不拘小节，请不要介意啊。柳姑娘那儿没事吧？放心吧，庙庵的周围都有丐帮设的暗哨。那就好。放走顾少白这件事情，老师没有追究你。
包大人不但没有追究，反而还要更加的重用于他。他老人家做事总能够举重若轻。来来，对了，五弟，顾少白站在襄王府那边，继续给咱们添乱。你到底是看中他哪一点啊？年兄，我就说实话吧。他和我当年出道的时候，那是一模一样啊。谁都有年轻犯浑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做事是从不考虑后果，不管别人怎么想。五弟，顾少白的言行可是带着目的的，和那些狂妄无知的少年可不一样。是，他是比我多了一些仇恨在身，因此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去感化他。如果我能够收他为徒，燕兄，我正有此想法呀。只是他的品行上有缺陷，武学上也有问题，轻功不错，但是暗器一般，功夫较差，还需要多多的指点一番。言之有理。来，白大侠，白大侠，严大人。司马，你怎么来了？我这守着方印一整天了，特别无聊，要不找个人换换。司马图，这官印对严兄来说很重要，我们大家把它交给你，我们放心。你人一进来就说官印，当心别被襄王府的眼线和耳目给听了去。我告诉你啊，当年我到三宝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三宝在什么地方，我是用了投石问路之计，让包兴去带路，才找到三宝的所在。哦，白大人教训的是。不好，快去守观音。是。林兄，赶紧到里面躲藏起来。好。五弟，要不要再多找一些帮手？之前我觉得对付一个顾少白不需要帮手，刚才那一幕看来是我错了。司马，马上告知开封府，让斩护卫火速带队前来支援。是。五弟，你去哪儿？我去找丐帮。要不再等等，丐帮兄弟说明天天通帮主就回来了。少白，会海妙莲庵，我一定要抓住你。参见王爷。
去吧。王爷，这是顾少侠给您的见面礼，岩茶散的观音。顾少侠果然是个奇才呀，老夫收了岩茶散的观音，又得了个少侠奇才，我给你记头功。多谢王爷。顾少侠，你可否做我的义子啊？启禀王爷，小民平日在家里需听母亲的教诲，此等事情还得先回家向母亲禀告才好。王爷，顾少侠是个孝子。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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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孝心。回去禀告你母亲之后，再告诉我。谢王爷体恤。你们把这个观音送到冲霄楼去吧。是是，王爷。王爷，去吧。副观主，观音放于此处安全吗？当然安全，顾少侠尽管放心。冲霄楼第一层由四大恶人守着，只有打败四大恶人才有资格上这第二层。那第二层是机关？只答对了一半，是机关加人，人和机关相配合。上次围战白玉堂的黑衣人就守在这第二层。这最后一关就是铜网阵，入此阵者哪怕是一只小小的飞鸟都插翅难逃。论武功的话，斩杀白玉堂一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但这冲霄楼的重重机关一定可以帮助我们让白玉堂葬身于此。为了报开封府的仇，我准备了两年，可是我两个回合都败下来。对抗开封府，玩死白玉堂，放眼天下，只有我们能帮你实现。你可否做我的义子啊？对了，副观主，上次答应王爷所说做他义子一事，我母亲大人已经同意了。好啊，如此一来顾少侠定当前途无量啊。哎呀，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哎，来来来，喝。哎呀，你们一个个的这怎么愁眉苦脸的呢？不就是丢了个观音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人平安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来来来来来，喝喝喝。天童帮主，您有所不知，这观音一丢不但是下官犯了欺君之罪，而且还会祸及到开封府。哎呀，你们这朝廷里面啊，规矩就是多。你看我这老叫花子，无官一身轻，多么逍遥自在。哎，你看你看，阎老弟观音的事呢就交给我，我一定帮你找到，好不好？哎，放宽心，我不是回来了吗？交给我就行了。天童帮主，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这枚玉佩是我从顾少白身上拿来的，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顾少白对这个玉佩很是在乎。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枚玉佩有可能是他母亲送给他的。哎呀，吴弟啊，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想让我拿着这块玉佩找到他的母亲，让他母亲来劝他改邪归正，对不对？没错。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还是武帝这个智慧高一筹啊！天童帮主，哎，你要记住，一定要把他的母亲带到惠海妙莲庵。哎，放心，包在我老叫花子的身上了。还有，你那个观音也包在我身上，放心，放心。来来来，陪我一醉方休。来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在这儿。好，天童帮主。哎，吴弟啊，吴弟啊，
你看我把谁给带来了？这位是顾夫人，白少侠。白少侠，我家少白呢？大娘，您先不要着急，这位是柳姑娘，她会告诉您一切的。您先去歇息吧。哦。帮主，啊，你可把我惊着了。在什么地方找到的？我丐帮想找的人还能找不着？走吧。少白，不好了，你母亲被白玉堂接走了。什么？不过你也不用着急，母亲大人被白玉堂安排在惠海妙莲庵，所谓兵贵神速，你先去救人，我去点齐人马，随后就到，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救出母亲大人。多谢关主。大娘。哦，大人。哎，大娘，快快请起，快请坐。大人，逆子给您添麻烦了。没事的。啊，这块玉佩是您给少白的吗？是。大娘，这次请您前来是想让您和我一起劝少白归案投案自首的。少白现在的年纪正是血气方刚，容易冲动的时候，犯错是难免的，我是怕他一错再错呀。我有意想收他为徒，让他走向正道。另外，当年开封府处理顾炎顾帮主一案也是仁至义尽了，还请大娘您谅解啊。大人不用多说了，我一定劝少白归案自首。太好了，大娘，您就住在这儿，有绝慧师父和柳燕照顾您。五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哎呀，我老叫花子可怜呐！啊，一把年纪了也没人疼啊。五弟啊，这柳姑娘还没过门呢，可就担心上你了。帮主，你别乱说话。啊，那个帮主啊，这庙庵的周围，你可多派一些暗哨。你放心，我马上安排。好，我先回客栈安排一些事情，然后我和柳燕一起守护着惠海妙莲庵。好，都听好了，杀了顾母，断了顾少白的念想。是。他不死，我心不安呐。兄弟，哥哥我好困啊，好几天都没睡个好觉了，这连个人影都没看见。好吧，我发哨，你睡会儿觉。好嘞，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先睡会儿啊。嗯。
娘，娘，娘！顾少白，你给我站住！白玉堂，你来晚了，你的柳燕已经被我杀了。什么？你杀了我的燕子？对，我杀了你的柳燕。你们开封府欠我顾家太多了，杀你一个柳燕，不足以偿还。啊！白玉堂，白大侠，你毁了我的家，大侠毁了我，你死再多人我都不可原谅。燕子，燕子，燕子，我们冲霄楼决一死战。啊！顾少侠，节哀顺变。我要住在冲霄楼，我要和白玉堂在冲霄楼决一死战。好，我答应你。是司马同，竟敢闯冲霄楼！给我拿下！柳姑娘这次伤得非常严重，她虽然服了我老叫花子的还魂丹，只是能克缓她的伤情，却救不了她的性命。帮主，如何才能救得柳姑娘？柳姑娘就交给我吧，我要带着柳姑娘去找神医圣手，就算是我跪下求他，也要救回柳姑娘的性命。听懂帮主，谢谢你，五弟。你我就不必客气了，你不要过于悲伤。柳姑娘，她福大命大，吉人自有天相，况且还有我老叫花子在，你就放心吧。你要专心对付顾少白。好。燕子，你放心，我一定会抓住顾少白。给你一个交代，五弟，要冷静。五弟，这次千万莫要冲动，我们还是等展护卫回来以后一起行动吧。怎么一直没见司马图啊？嗯，司马图，他是不是去襄阳王府报仇了？我看很有这个可能。坏了！司马，你怎么了？我去冲霄楼了。什么？冲霄楼？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是我没有保护好柳姑娘，才让她受了这么重的伤，我要替她报仇。司马，我的燕子
谢谢你。中校楼机关重不重？你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司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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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图，司马图，司马，司马。哎。学生，速速领文，调集力量，支援白护卫。是，包大人。禀告王爷，独闯冲霄楼的司马图重伤逃走了。我现在问你，此次顾少白匆忙复仇，会不会破坏我们的计划？王爷不用担心，白玉堂因柳燕重伤，正在迷失心智，是我们的好机会。嗯，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绝不能让开封府和白玉堂抢了先机。是。报告王爷，白玉堂出现在冲霄楼。再看，是。冲霄楼第一层、第二层已被白玉堂攻破。什么？再探。是。王爷不用担心，我们还有铜网阵。副堂主，白玉堂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可白玉堂是我们的敌人，必须除掉。白玉堂，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就凭你？我不
或许不能，但冲霄楼能。我一直在模仿，但我并不想成为你，我只是冒充你，坏你的名声。今天只要你死在这儿，江湖就会从我开始，所以小爷今天一定要干掉你。我也实话告诉你，来这里之前，很多人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坏人不理解好人有多好，而好人也不知道坏人有多坏。我并没有把你当成坏人，可是你的复仇之心驱使你在这邪恶的路上越走越远，实在是令人心寒呐。我劝你还是收手吧，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如果你要一意孤行的话，就没有人再来救你了。白玉堂，你少在那虚情假意，我告诉你，我不仅仅要杀了你，还要杀了你身边所有的人。来，你不是武艺高强吗？来，我们今天决一死战，今天的冲霄楼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是去决一死战，我是努力来挽救他。江湖险恶，现在这个世道上，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坏人也不相信好人有多好。展兄，我还是想试一试，我就是要让他知道这世间的真侠义是什么。要不这样，还是等大家聚齐了再说吧。还是我自个儿来吧，麻烦你保护好严大人，你们放心，我心中有数。派人犯襄阳王，襄阳王身为皇亲国戚，扰乱朝纲，龙头铡伺候，砍呀铡！
世界。